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啊，大家好哈，我是司法部林明成哈。今日咱要来讲咱台湾原住民哈过去历史哈，即马现状的状态哈，甲未来的一寡愿望哈。首先哈，我来简单介绍咱的原住民哈。按照咱迄个谈迄个语系哈，咱的迄个一寡迄个语言哈，诶，迄个分类哈。拢总分做四种哈，有四种语言，在咱台湾这个所在哈。第一个就是巴丹语系哈，还是迄个卡瓦，迄个菲律宾哈，巴丹群岛那边的。好，因这个雅美族哈，咱的达悟族，以前讲下做雅美族哈，红头族那边哈，因那边的话加迄个菲律宾的红头族那边的通哈，所以因那边是用巴丹语系哈。过来就是布达善哈，就是文明族群的语系哈，泰雅语系的哈，他们这个语系的部分，有泰雅族哈啊，泰鲁格族啊，塞特克族哈，他们在使用，有在使用这个迄、那个泰雅语系哈。按这个语系有一个特殊的所在，因这个泰雅语系哈，因本身无迄、那个航海的那个传说，所以因认为讲是讲因都是本土台湾哈同原始的一个族群安尼哈。因无迄个，他们的传说内面无迄个航海这个物件吼，所以因认为讲因是家己，但只本土，但只生团吼，差不多要归当的这个族群。过来到周语系吼，周语系就包括鲁凯族啊、周族吼，啊周族这我特别介绍一下，周族伊进前拢总有五个部落，啊即马剩三个吼，啊这三个部落之间的迄个语言吼，互相拢。未通，虽然拢是周语系哈，即牵涉到较早咱交通无方便的时阵哈，因那个族群之间哈，无咧往来哈，无咧相往来。虽然拢是周语系哈，啊，过来咱第四个语系就是排湾语系哈，啊，排湾语系就包括阿美族哈，啊，排湾族、布农、啊，彪马哈，迄、那个塞夏族、啊，邵族、噶玛兰、啊，萨西拉雅哈。啊，甲所有咱平埔族的族群吼，拢是用排湾语系吼，拢是受到迄个排湾族，因咱排湾族伫咧17世纪、18世纪的时阵，是一个正大的一个族群吼。过去吼，咱啊做来统治咱台湾吼，迄个来出入咱台湾管理咱台湾遮个国家吼，拢甲咱。做分化吼，伊甲咱分做高山族甲平埔族吼，即较早的一个用法吼，即是咧甲咱分化，政治目的就是咧甲咱分化吼。啊，咱啊做平埔族的人甲高山族的人互相相排挤吼，啊排挤的时阵，因就会当控制因这两个族群吼，都免出遐济啦，因为因一寡力量会互相分散，就亲像咱即马迄个国民会吼，伊即马是迄、那个。彪马的啊，做一个主意在做吼。啊，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给因一点点啊预算，固定的预算吼，伊个预算甚至阁比迄个蒙藏委员会阁较少，吼，这是真无合理的一个现象吼。啊，但这个有限的预算内底吼，咱的啊做北部族族群，包括西拉雅吼，包括加布吼，包括巴泽吼，因拢要要求证明讲因是北部族的时阵要来有这个。迄个做原住民的迄个权利吼，啊，因为有限的预算内面吼，即马五十六万人在用这个预算吼，啊，即马若搁增一百几万人的迄个做编播做个几排吼，安尼咱的原住民的权利又搁会减少，会福利又搁减少吼，啊，即马咱原住民的福利已经够少啊吼，所以伊就有这个迄、那个所有一个整体预算的迄个方式吼，来甲咱控制，互咱。互相之间会相搭吼，甲平埔族的人相搭，甲即摆拢无改变吼。啊，咱迄个台湾民政府这边的定义吼，咱遮到时阵咱个定做原住民甲原住民吼，表示这是咱台湾世代传承正统谈台湾的血脉吼，这是咱真正的主人吼。诶，咱台湾的原住民甲原住民吼，拢是属于南岛语系吼的民族，咱拢交迄个。澳洲那边吼，迄个毛利族群那边的人吼，
有那个渊源比较深哈。迄、那个甲中国吼支那迄边的血统吼，咱颠倒甲因较远吼，咱是颠倒甲欧洲的人吼较近，吼，包括用的语言吼。啊，用即马咱的迄个族群吼的地理位置吼，分做两种吼，两个即都是他咱头拄有伫讲的吼，咱伫住伫山区的原住民吼。啊，即马有14个族群吼，啊，佮另外一个是迄个平埔族的吼，拢总即马拢总十个吼。还有的都是十个，其实不只十个啦，还有早前14个、15个都有吼。啊，因为咱北部族的吼，较晚，迄个较容易受到迄个外来文化吼所改变吼，所侵略吼。比如讲，咱足侪咱北部族的族群的啊，做同胞吼，拢袂记哩讲家己是北部族的吼。有的人讲伊是已经是汉人吼，伊是汉人啦吼。或者简单介绍咱平埔族的文化吼，咱平埔族吼，迄个对北部开始算吼，北部咱伫咧台北市这个附近吼，有个凯达格兰族吼，啊做伫咧宜兰吼，迄个附近是迄个噶玛兰吼，噶玛兰族，啊往南边开始吼，就是迄个伫咧我苗栗台中迄个附近有一个道卡斯族吼，啊过来就是我迄个台中的迄个盆地啊，台中一个迄个山区迄边吼。那是巴泽海哈，巴泽哈，巴泽，啊，过来巴布拉哈，啊，猫树，巴布树哈，啊，黄安雅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我台南的西拉雅，啊，加迄个，过一个我正无写到哈，是迄个我高雄屏东遐马卡道族，啊，马卡道族加西拉雅族哈，是其实是同一脉啦哈，同一个脉啦哈，啊，那尾啊因有做一个迄个贵族的，迄个啊做一个正式分家哈，有一个分家的动作。咱北部族的祖祀吼，拢是拜祖先啦。咱拜祖先，较早咱无咧拜神明吼，无神明这个物件吼，所以咱的观念拢是对迄个祖灵来吼。啊，所以咱北部族的人吼，嘛称为拜佛民族吼。啊，这个佛吼，不是一个神像吼，它是一个象征物，是一个象征讲，这是咱的祖先伫咧这所在咧甲咱保护吼。啊，迄个。咱北部的啊做精神寄托啦吼，咱有一个公界吼，有一个公社吼，因边叫公社吼。啊，即马谈迄个高雄的嘉善吼，阿里关吼，迄个小拿迄个公界，唔知有搁登去袂吼？迄前已经无去啊。啊，内蒙遮吼，咱搁北部做个公界吼，迄内面是拜咱家己的祖先是阿里祖吼，啊甲阿里母安尼。啊，咱公界遐有咧扶正的吼，是一个翁姨吼。迄是迄个伫专门咧做法门卜的所在吼，啊，以前搁较早前有迄个医药较无发达的时阵吼，咱的翁姨嘛会当做地陪，吼嘛会甲咱地陪吼。咱伫咧北部的夜祭吼，咱北部做拢是有做夜祭吼，也是讲迄个海祭吼，伫祭海吼，啊，传统拢是伫咧啊做，即马拢差伫9月15吼，啊，咱会。投递迄个营养回款吼，啊，穿白色的衫吼，啥咱用穿白色的衫，我特别有甲记载下来吼。因为咱啊做咱台湾人吼，迄个平埔族的吼，迄个以白色为尊贵吼，白色是咱的迄个同好的色吼，含日本人同款吼，日本嘛是同好的色是白色啊，含中国之内红色的文化较无同款吼，所以咱呐在祭奠的时候，咱会穿白色的衫吼，表示咱对迄个神明的尊敬，那是咱同好的色个咧，交中国文化较无同款吼。啊，北埔族咱伫咧同早前伫咧小拿迄个所在吼，小拿国小遐有一个台湾第一座的迄个文物馆吼。啊，咱的文物馆因为两年前的八八风灾吼，迄个灭村了吼，总诶即马唔知有够恢复无？我那。近两年我拢无阁倒去看吼，看是我那，予人真伤心啦吼。咱个啊做族人拢是住伫个较危险个所在吼，若毋是伫个山仑啊顶吼，啊无伫个迄个啊做迄个坎坷吼，随时拢若有天灾个时阵，拢会造成咱个一个真大个迄个啊做伤害吼。即就是咱平埔族个迄个谈日本时代迄个相片吼，啊咱有咱家己。的衫吼，交迄中国的衫是无同款的吼，交迄个旗袍是无同款的吼。这是咱北部族的衫吼，啊，北部族的衫嘛是白色为尊贵吼。
然后咱拜的吼，迄只是当初是伫个小南国小迄边吼，有做一挂迄个，一挂象征物吼。咱拜的符吼，顶那个开口所想吼，啊，然后顶头会绑一挂红色的丝线，也是红色的布吼，表示讲咱家若有一挂厝闹代志吼，要甲祖先讲吼，啊，就是咱甲咱的红色的丝线甲盖起来，然后甲绑到迄个杆仔顶安尼吼。啊，遮吼。这是迄个香炉，这香炉是外来物啦吼。以前咱平埔族是无哩用香炉啦，迄这是受到啊做迄个中国个道教个文化所污染的吼，所以咱伊即马嘛是拢有咧用迄个家香啦，拢咧家香。这搁较早前平埔族咧伫咧小林村个迄个业绩个人足侪吼，即马遐人嘛拢无去啊。啊，咱祭奠个时拢穿白色个衫，啊咱平埔族因当台湾者吼，属桂如村吼。所以咱不辨世事啦，哈，迄个四季拢无袂讲介明显吼，所以咱以赤灯会吼开一届吼做一年的迄个象征吼，赤灯会开的时，就是表示咱一年安尼已经到啊安尼吼。啊，咱遮吼要包做夜祭的时阵吼，咱会用牛车去载咱族群内底一挂长老吼，啊来参加咱的宴会安尼吼。啊，迄个长老还袂到的时阵，袂当凊彩开始，表示讲吼咱。平埔族的人吼，嘛是真尊敬迄个咱这个老人吼，咱这个老人都是咱的智慧的源头吼，咱所有的智慧拢是对这个老人啊，安尼一脉一脉传落来吼。所以咱平埔族的人吼，会用牛车，也是用迄个做打椅啊吼，会去甲因吼接来迄个啊做夜祭的所在吼，甲咱做伙安尼，表示咱的尊重。啊，这是家务啦吼，这个用德公啊，德公的厝吼。啊，这是有各种的迄个祠符吼，伊迄个拜迄个鹅吼，迄个鹅是迄个开口拢缩小啊，然后吼无分啥物色啦吼，啊材质嘛无袂分讲介清楚啦吼，即拢会使用啦吼。啊，咱迄种自然的物件吼，伫做咱的一挂普通时啊伫用的物件吼，就像这写汉字的迄、那个啊，做迄樱桃椅啊吼，啊顶头放纸签吼，啊有当时啊顶头放三车吼，咱就会当去编迄个啊做锁啊，会当编锁啊。啊，蜡炬嘛是用自然的物件吼，啊，这都是同接近迄个咱的象征物的吼，迄都是迄平埔族的迄个神族吼，用迄个竹啊吼来编吼，啊，顶头嘛是用红色的迄个布吼，表示迄个太祖啦吼，表示迄个老祖，有人讲啊做迄个阿里祖、阿里母吼，诶，迄个一个象征物啦吼，啊，这是平埔族吼，迄个红衣吼，伊在祭奠的时阵做法，迄是咱。甲迄个咱祖先的迄沟通的一个桥梁吼，啊，这支标，这支标标记吼，甲天梯吼，这是应该是靠迄个啊，做中国道教的文化所影响吼。以前咱是无这个物件吼，不过咱有老头老尾啦吼，底下厝起来了老头老尾，吼啊，然后做迄个天梯吼，互伊下凡来吼。不过较无共款是含道教无共款是道教，只有一个事实的一个神像吼有。有诶，顶头诶，八四个，迄春夏秋冬四个神明吼，啊，咱遮无吼，咱遮无吼，这是咱迄个甲道教较无共款诶所在。遮要甲各位吼介绍一个观念吼，以前诶人咧讲吼，有长山岗无长山马吼，啊，咱拢伊有讲话有长山岗，就是表示咱台湾人有迄个长山来迄通吼，这是毋对诶吼，要甲各位做一个简单诶一个说明吼。有登山岗无登山马，这句话吼是讲咱台湾人根本无去透着迄个支那人的血统吼。台湾人唔茫认贼作伯啦吼，唔茫家乡对白啦吼。咱一直家乡对白，甲家己吼是平埔族的血统拢拜袂起吼。咱迄、那个咱这边吼，伫咧台湾当初时吼，因咧中国来管理台湾的时阵吼，因咧少量的迄个管理的官员吼，因家己的。带因家己的迄边的旅馆吼，过来伫台湾啦吼。而且中国迄边吼，伊讲究门当户对啦吼，啊，佮家己拢会碰风啦吼。因本身即个支那的官员来台湾，无可能吼后一代甲咱平埔族的结合，吼，即要甲大家做一个介绍的吼。啊，其他佫有一寡随即个官员来的兵吼，即拢是谈中国迄边素质歹，因中国迄边咧讲吼。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这可能大家拢嘛有听过啦吼。因好的人吼，大部分拢伫咧家乡吼，袂走来伫外围啊，爱渡海过
过来伫咧台湾的吼，表示伊遮拢是谈家乡拢无土地，啊，然后迄个地位较无的吼，啊，比如讲，就对遮官员来遮吼混口饭吃吼，啊，大多数来遮吼，因为个水土不服吼，比如伊家己迄个来遮无咱遮环境的 DNA 吼，常常当谈台湾的破病，有一寡疾病啦吼，啊，是一寡霍乱啦吼，无法度吼，啊，谈台湾吼，因为破病了，强改治了吼，就去做。吸食吼，四界去做吸食，即叫做罗汉卡啦，啊罗汉卡啦。啊，咱白波族的人吼，国家拜嘛未去找即个罗汉卡来做咱的竞赛啦，吼，无可能啦，吼，即对罗汉卡啦，吼。啊，即罗汉卡我遮吼有一个有一寡教材吼，要甲各位讲，他都还未记得发落吼，即较定再麻烦先发落一下吼。发了各位这份吼，这就是迄个因中国来管理咱台湾的时清朝吼，迄时阵吼，谈迄个咱迄个做迄个岐山迄个所在吼，一个叫做韩吉寮吼，迄个所在吼，有一块奉献吼，严禁罗汉脚恶习吼，严禁罗汉脚恶习，一个碑文吼，表示讲这个登山岗啦吼，登山岗这个罗汉卡吼，伫咱台湾吼，一寡迄个当初时的一个现象吼，来遮拢做乞食啦吼，啊然后会偷啦吼，啊然后会骗啦吼，啊，因咱台湾人吼，较热情吼，对外口人较袂讲有一个排斥的一个迄个习性吼，若拄到人有困难，咱北部族以前的人拢会伸出援手，咱拢会共斗相共吼，来共斗相共吼。所以，若看到迄个较过袂去的吼，咱安尼，若迄个有法度的话，咱一人拢会奉献，互伊家斗相共者吼。啊，中国支那遐个罗汉卡吼，就因就咱台湾人这点哦，所以因甲因的一寡迄、那个一寡迄个同胞吼，因中国来遐个乞食吼，遐个也做同伙就对啊吼。那虽然有人死去吼，啊，就甲迄个也做尸体吼，尸体砖头安尼尸体担咧尸体去共分啊。去人分钱，啊，分甲人吼，看到迄实在尾啊，就感觉讲因安尼吼，非常的无好啦吼。比如讲，啊，人死啊，然后有人已经捐钱啊，结果伊为着要骗钱吼，啊，无要带咧，遐昨晚遐钱摕去跋筊，摕去啉烧酒，啉的吼，啊，尸体看佫当咧死过去分啊，分甲迄个会发臭啊吼，迄规个砖头拢歹吼，啊，昨晚摕去人捡下啦，若唔分吼，要甲弹到人个砖头内底啦吼，啊，这就是当初时吼。因迄个生活形态啦，啊，为着这个因这个生活形态吼，所以咱台湾人吼，迄个一挂砖头的迄个也做迄个领导者，伊就联名啦吼，去甲迄个清朝的官员吼，甲讲这个状况啦，啊，清朝官员讲好啦，啊，无咱就立一个碑文吼，互因知影讲咱这个所在吼无欢迎罗汉卡过来甲咱骚扰安尼吼，好，这大家有闲的时阵家己看者吼。所以咱台湾吼，白埔族的人，尤其白埔族的人，都袂记得家己是白埔族的迄个人吼，拢家己当作家己是迄个中国吼的一份子啦。有个人佫讲伊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啦，这是真对的啦。咱白埔族人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吼，啊，即个咱的原住民吼，咱即个迄个住伫较迄个海，即马住伫海拔较悬的所在，其实伊唔是叫做高山族。以前台湾是三分之一是因家己的土地吼，伊毋是高山族，因是真正的主人吼。所以吼，这个啊做高山族吼，这物件一定爱甲提掉吼。咱是原住民，毋是高山族吼。其实咱以前是住伫平地较好生存的所在，是尾啊强安尼直直一寡外来文化直直侵略吼。比如讲比较啊做山顶遐起哩吼，袂甲因交叉。啊，嘛好佳哉无甲因交叉嘛无。因汉满蒙回藏吼，迄个也做中华民国内面吼，有个人讲我阿美族是到底是对一族啊？恁汉满蒙回藏我是属于哪一族啦吼？啊，咱拢唔是吼，咱拢唔是吼。后来咱介绍，原住民的文化吼，
高山族这个名称吼，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了吼，中国流亡政府草头啊吼，草头甲咱讲啊，讲啊做高山族吼。我即下要甲问啦，啊，红头鼠以前嘛叫做高山族呢，因住伫海边啦，海洋高山族足奇怪啦吼，海洋高山族啦，所以因迄、那个，因拢为着要甲咱分化吼，根本都无咧照这事实咧讲啦吼。雅美族、达悟族吼，因是海洋原住民吼，伊嘛是海洋原住民咯。啊，唔是叫做高山族啦，迄是叫因赶去甲头顶无法度讲啊，讲甲咱讲做高山族啦。所以咱台湾政府即马甲这个名称改做吼、哦、原住民吼、哦，啊北部族改做原住民吼，两、哦、这两个吼，拢是谈台湾生态超过5000年的历史吼、哦。咱谈遮谈台湾的文化。比因支那迄边5000年的文化，实际上差不多较无四千年吼，的文化搁较久吼。啊，咱原住民的部分包括布农吼、鲁凯吼、排湾啊、皮乌马吼，这个卑南要教成我来改吼，因拢甲咱写用迄个白语甲咱写吼，用那个很那个层次比较不好的卑吼，来甲咱压制这个卑南族，这不对啊。其实他们应该叫做。皮马哈，皮乌马哈，不是那个卑南哈，所以这个卑南族要改。为什么他要针对卑南族要特别压制他？现在要针对卑南族要特别要个压制哦。因为卑南族伫咧日本时代搁较早前哈，清朝甲明朝时代哈，含迄个啊做阿美族啊，含排湾族拢啊对伊插讲，因为伊捌发动因迄个部族之间的迄个战争哈，一阵呀，伊是台湾捌做过咱台湾哈所有的一个迄个啊做。迄、那个证书的一个领头吼，所以作者作用拢爱对迄个彪马的人吼，朝贡迄个时代啦吼，啊当然即马是无啊啦，啊萨族、泰雅族、啊达悟族、啊周族、阿美族、塞夏族、啊萨奇莱雅族、啊个泰鲁格族、塞德克族、卡马兰吼，拢总14个族群。啊，咱族群之间吼，的语言吼拢无共款啦，啊咱迄个即马。迄、那个官民会的部分有做一寡整理吼，各族群之间都不太一样哦，语系都不太一样。那阵台湾话吼，其实嘛够强调，有的人讲啊做宜兰腔，有的海口腔，啊有的南部腔，啊有的是北部腔，吼腔口嘛无啥共款吼。伫咱台湾民政府遮吼，有甲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关民族吼，这边正式成立吼一个特别州啦吼。咱即马拢总挂关民特别州，拢总有七个州吼。啊，即马是直属伫中央吼。到时阵吼，这是咱要安尼分吼，咱要互关住民吼啊，关民州的部分吼，到时有一个公平的预算吼，甲咱一般的人吼同款哦。虽然即马人较少吼，日本时代到草头的时阵吼，拢总120万吼。即马存56万左右啦吼，我的数据比较保守，56万左右哈，存较无一半啦哈。以前咱啊做伫台湾，遮拢总差不多600-700万人，结果即马是2300万嘛吼，佮扣掉因支那的人吼，差不多1900万左右哈。咱的人口是一个成长的状态啊，成长了3倍哈，成长3倍的迄个啊做人口，结果咱的正统的啊做原住民吼，存一半。哦，剩一半尔，是安怎吼？因为咱一直拢互压制，啊，遮个人吼，直直迄种压迫，啊，离开因家己的故乡去做一寡较危险的动作，啊，若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啊，凊彩告告，凊彩赔赔，都准拄煞啦吼。人命真正无价值吼，真正的主人说，总爱比作讲，比因的遐流亡的难民佫较惨吼，包括因的医生吼，佫变了佫比迄个无存在的蒙藏委员会吼，佫较少啦吼。所以咱遮若甲编入来特别州，直接咱就会当摕到1/7的预算吼，总体预算咱就当摕到1/7吼。这是咧同大的一个保护吼，这是一个保护。啊，到时阵咱的自治区成立起来吼，因家己自治法设定了吼，咱会当互因来做一个自治的动作，啊，鼓励因生团吼，啊，然后佫到时要甲迄个咱的即卖国有财产局吼。真好笑啦！外来者讲竟然有国有财产局啦，我毋知因是当初是安怎占土地来咱台湾的吼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讲伊发到占土地来伫台湾啦，即拢毋对啦，到时咱行难吼，即拢行原住民吼，啊，甲迄林务局的部分咧拢行吼。即对即马咱原民会吼，诶，迄个规划一个原住民吼，诶，迄个
保留地啦，伊甲咱保留在这个地方吼，这是伊甲咱保留。哎，足奇怪哦，这中央是迄中央山脉吼，结果伊甲咱保留伫这个所在啦。啊，啥较好个所在？迄个台北市才毋予咱入个吼，啊，然后迄个高雄市啦，较好个所在毋予咱吼。因为这个所在拢伫咧山仑啊骹啦，吼，啊，若等崩山等迄个做迄土石流，先好来甲移民掉啦。像阮妈妈因那边吼，小林村安尼啦，吼，未必要移民掉啦，这毋对啦。过来，遮就是冲突个所在啦。伊除了讲咱予咱生活伫咧危险个所在以外吼，佮用三大个迄个做法令吼，伫甲咱绑吼。把好咱袂当谈迄个原来诶迄个保留地迄个所在谈啊生态吼，即个物件是迄个做迄个水资源保护法吼，即冲突的所在吼袂当开垦吼，那开垦吼都是违反那个水资源保护法吼，捡落来嘛袂使啊，嘛袂当捡落来啊，但只捡落来嘛袂使，拢掠去啊，全部拢罚钱啊，啊袂当捡落来，袂当生态，袂当开垦，无咱留伫即个所在要创啥吼，即唔对吼，过来。这叫做国家公园保护法，哈、哦，违反国家公园保护法嘛，罚足重的呢，哈、哦，罚5000块，罚10万块，还是人搁杀去啊，哈、哦，啊，足奇怪，即个有诶猎场，即、这个所在拢未当，互咱踮即个所在打猎，哈、哦，嘛未当互咱去遐采集，哈、哦，拢未使，啊、哦，即像即有即个所在有进入玫瑰石，哈、哦，嘛未当采集玫瑰石，哎、啊，未使，哈、哦，因诶财团当去偷扣，哈、哦，因迄个也做中国遐也做观光客，哈、哦，去迄个所在安尼，吼，四界安尼捡石头，哈、哦，最近。然后超顶个月迄个也做新闻咯，我那有报，那也才捡石头，迄拢无要紧。啊，咱个人家己遐去捡一寡吼，要摆伫厝里较会看哩，安尼嘛袂使吼。即森林保护法啊，迄个保安林保护法吼，好，即冲突个所在拢袂当解困，好，伊拢有相对法则伫甲你处罚啦。啊，即问者啊，咱所有台湾个吼，保留淡这个所在，结果咱所有个保留地拢袂当解困哦，安尼咱淡这个所在敢有法度生活？无法度吼，无法度开垦吼。保留地吼，拢差不多拢袂当开垦吼。安尼，咱谈迄个家乡会当做啥物工作吼，无法度吼。啊，咱原民族吼，保留伫咧山仑啊顶，也是伫咧山脚吼。迄危险的地区是真正你甲咱保留，还是你甲咱消灭？吼，即大家来好好来思考吼。啊，甲咱原民族吼赶离开，咱迄个祖先吼留落迄个祖灵地吼。予咱失去土地的原民族吼，被迫爱入去别人的文化地区吼，爱被迫使用别人的语言，被迫习惯别人的生活方式吼，被迫变成社会弱势的族群吼，啊，甚至被迫变成社会的边缘人吼。较早前咱因为我伫咧台塑企业伫做工课吼，啊，咱足济来伫咧台塑企业这边参加建设的一寡。迄、那个劳动者哈，足侪拢是迄个原住民吼，足侪拢是原住民吼，啊因拢做较粗重的工作，搭营地吼，也是孟公交吼，也是做一寡迄个也做土迄个开挖的动作，也是做一寡局限空间的作业吼，这拢是真危险的工作吼，拢叫咱的原住民咧做吼。啊，若训练了好就无要紧，啊，若训练了定定拢会造成迄一寡死伤吼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啊做民政府起来了后吼，咱爱甲这个国民的部分啊，爱好好做些保护吼，要好好做保护。啊，伫咱民政府的管辖之下，到时阵咱会吼成立迄个州级的迄个国民的特别政府吼，直接予国民做拥有土地权吼、州立法权吼，啊加迄个司法权吼、公平医生吼啊、文化教育吼，加迄个自卫组织吼，拢是公平吼，一直拢是公平吼。啊，然后佫要鼓励因，然后佫相对佫一寡迄个较无同款的一寡因专有的一寡特别福利吼，迄拢会佮做些保留吼。一直以来吼，咱拢向迄个啊做无主权吼，无主权就无土地权的迄个政府吼，中华民国政府吼抗议啦。即张是迄个咱民州的迄个吴组长提供的吼。错误的方向哦，浪费咱的时间甲精神啦。咱抗议遐侪当几落十当啊吼，敢捌得到啥物无吼？伊含财团挂钩要摕的土地吼，无一块讲会失败过吼，那全部拢叫提起啦吼。伫咱民政府出现前，规个拢叫提起，伊要爱就是要爱啦吼。那过伊安那抗议拢无效啦吼，啊，就是马英九遐去吼嘛是同款啦，拢无效，因为伊是掠夺者啦，他不是，他是一个恐怖组织，他不是一个。
真正的为台湾效忠的一个政府，所以伊要爱就是要爱吼，土匪啦吼。捌伫咱台湾进出管理的国家吼，有即西班牙吼、甲葡萄牙吼、荷兰吼、吉纳吼、甲咱日本吼。啊，对待原民族的方式吼，一直以来拢是甲咱分化吼，迄、个台湾各族群吼，因叫做以夷制夷啦吼，以夷制夷。过来第二点就是污名化咱也是原民族吼，甲咱讲啊做番啦吼。啊，我对这个番吼有一个新的定义啦，因为因的语言文化吼无关，所以爱番啦。啊，顶一届有一个真古锥的一个东西吼，赛德克族的吼，我对伊印象真深刻啦吼。伊讲吼，啊上课的时阵吼，咱尽量爱讲华语啦，因为华语是毕竟我会晓讲，伊嘛会晓听啦。啊，伊用华语会当翻做一届赛德克语啦。啊，我若讲台语吼，伊爱翻做华语了，然后佫翻做迄个做。赛德克语，伊爱加翻一翻啦，所以我来叫伊翻啦吼。所以哦，尽量叫伊卖，佫叫伊翻啊啦吼。咱尽量用华语来讲啦吼。不过我遮吼，嘛是为了要配合大家吼。咱我呾大家小融合一下啦。啊，若真正听无吼，无要紧，咱到时候我着尽量吼，予大家卖翻啊一翻啦吼。伊无爱予咱传承咱的英雄的故事吼，无爱予咱传承咱英雄故事。啊，甲咱赶咱的原民族吼，强甲咱占咱的土地吼。哦，咱的原民族无法度吼就地生根啦吼，把咱台湾的主人变作流民吼，流民吼，吸些官僚工啦，啊，侵略甲即满拢还阁有啦吼。最近有去了解咱台湾一挂自救会吼，伊一个土地连线诶，一个正义诶自救会，即满拢总有53个自救会台湾啦，毋捌遮尔侪啦吼，包括农民，包括啊做渔民，包括咱的原住民，包括。啊，做咱的一挂迄个农民吼，第一工业区的地主吼，即摆拢四界拢咧侵略吼，准备咧打包啦吼。因我讲因是咧打包啦，毋捌规模遮尔啊大咧侵略的啦吼。啊，伊无爱互咱讲咱的影响故事，我条讲要讲啦吼。即我是差不多拢有讲的吼。南甲之盟吼，南甲之盟吼，即个南甲之盟吼是1867年吼，美国的一代商船吼 ，The Rover 吼，伫咧。台东外海吼，挖迄个牛栏片迄个所在吼，去扣破船底吼，触礁就对啦。扣破船底，然后踮迄个所在当沉落吼。啊，生还呢，啊做船员吼，上岸时阵去予屏东的白湾族吼，当作是海产啦吼，甲伊杀掉吼，是爱当作海产，因为迄个时间吼，迄个西班牙有一挂海盗吼，迄个行为不轨，但咱这个所在吼，违三族啦吼，所以金因西班牙的人是。一个金色的头毛啊，青色的目睭吼，啊，美国人看起来嘛像啦吼，啊，所以就甲当作海贼甲杀啊。尾啊，美国政府吼向迄个迄时阵领台湾的啊做清帝国吼抗议啦吼，啊，清帝国吼讲吼，迄个所在是对放疗到牛栏片吼是不宰版图吼，因迄当作是这是我一直不改一下不宰版图四个字做形容吼，啊，美国尾啊就是既然。不是你管的，那就是我自己只好自己打了哈。因为我就是，佮当作是国家哈，准国家哈，我就佮拍哈。尾啊，美国总爱派伊个啊做海军直接到咱的牛栏片外海，对啊做白湾族有18个社哈，迄、个左旗图哈，伊个头是叫做左旗图啊。啊，佮伊宣战了哈。尾啊，美国海军发现就讲唔对咧，我即摆要拍的这个对象哦，开甲。经看咧，奇怪，拢摕一挂弓箭吼，摕一挂石头，啊，摕一挂原始的武器啦。哦，啊，伊摕是毛瑟步枪啊，甲大炮咧吼。叫看看对咧，啊，安尼袂当拍，因为安尼不平等战争哦，这嘛是违反国际法，袂当以大欺小，袂当用强势武力，迄叫做对决啦吼。真简单啦，我这个例子嘛常常讲啦吼。伫咧咱迄个西部片吼，咱常咧看迄个啊，做美国的西部片，咱常咧看因咧牛仔对决吼。那有一个有穿，一个无穿。有穿迄个人一定加一支枪吼，去予迄无穿迄个人，予咱有一个对等的一个立场吼，两个来做决斗。啊，叫一个公平裁判吼，当边看吼。啊，互相行二十步了吼，反头的时阵吼，两边互相开枪，吼啊，像拍死像，迄就是爱人，迄叫做对决。所谓武力就是对决，叫做骑士精神。吼，美国人就是崇尚骑士精神。所以美国人既然崇尚骑士精神，伊就无可能讲用伊这个先进的武器去拍迄个原始的武器，共拍人的弓箭，拍迄个做石头哦。
牙齿头白吼，要甲伊拼吼，无可能甲拍。要想讲吼，啊无来一台小船啊吼，因为大只船吼，袂当阁挖来，到时阁破去咧吼，总啊一个小船啊吼，叫迄个副舰长吼，坐较近去看咧，看嘛是毋是有买一寡较先进的武器，若有吼，咱就当开一个啦吼。伊既然已经宣战了，结果人袂当拍咧吼，结果啦，结果伊无挖，无打紧，挖落尾啊总啊。台湾州的人怎啊对伊射箭吼？一箭就射到目睭，吼一箭就射中眼睛。咱最近有咧看海宁根的一个迄个广告吼，有一个迄个船长吼，目睭落落吼，迄个就是啦吼，迄个就是啦吼。尾啊，咱的台湾州有接受伊的宣战，有对伊实施武力的攻击，啊，美国因此而撤退，吼，所以美国。但这个事件是战败者吼，这嘛是美国海军第一届吼，叫咱台湾人所拍败的一个迄个事项啊。其实是美国的迄个骑士精神哦，帮咱过啦，其实是安尼啦。伊只南侠之盟，既然是咱台湾族阵营吼，台湾族的人当讲话吼，内容写讲外国人无代志，袂当起咱台湾吼。啊，若拄到海南要登陆的时阵，爱举红旗做记号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无格杀勿论，吼、哦。若无我赶快来格杀勿论啊。啊，这个迄个也做内容啊。啊，即马存伫个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啊，屏东区啊，遐毛一份，啊，搁一份伫个大英博物馆，吼、哦。这认真讲，美国海军第一次打败仗，就是被台湾人打败，吼、哦。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吼、哦，以战争战败者身份签署的国际条约，吼、哦。我即个。特别强调是叫做国际条约，吼、哦，伊是美国出来拍台湾族18个社，把它当成一个准国家在打吼、哦。啊，清帝国是美国无落去吼，清帝国因支那对头到尾唔捌替咱台湾人出头，吼、哦，甲咱来遮捌甲咱侵略俩，唔捌替咱台湾人，不曾为台湾人而战吼。尾啊吼，因为停了太歹看咧吼，伊停了足直接，因咱台湾人足直接，袂安尼转弯抹角吼。所以讲，哦，这头顶写安尼吼，足歹看。尾啊，过年吼，迄个李当里吼，就是因迄个高阶的官员吼，美国人吼，伊过来换文啦，啥物换文？因写是歹看啦吼。第一届写时吼，除了写安尼以外，佮写讲安尼，若要起来，还佮炸啥物礼物咯，做恁的关税就对啦吼。若无袂当起来吼，尾啊，过当伊就去换文啦，换文了吼。都改来做伊迄个针对代志啦吼，卖针对一寡迄个处分的一寡福利啦吼，安尼就较歹看，对人来讲较歹看啦。甲1871年的时阵吼，迄就是迄个南加之盟吼，已经签好势了吼，嘛已经公告了吼。不单写伊台湾族，因为迄个也做日本的迄个琉球吼，日本的迄附属国琉球的渔民吼，拄到海南吼，又搁触礁，啊触礁又搁要爬起来咱台湾吼。啊，佫互当作海贼共我个刣哦，因为伊无举红旗啊，哈，无举红旗啊，照合约共我个刣啦。尾啊，迄个日本吼，咱个日本国嘛是向迄个满清抗议啊，伫1871年时啦，向满清抗议嘛，当作讲台湾是迄个中国支那的迄个土地啊。结果满清的大臣啊，叫做毛长西啦，哈，毛长西伊讲啦，哈。这是正式的外交交涉文件的文字，我一字不改哈。生番即我化外，法与不法，为贵国制裁之。哦，这人回答袂啦哈，我一字不改啦哈。因中国迄时阵就是安尼写的哈，因因禁海啦，袂当出来哦。比如讲，伊就讲咱台湾的迄个所在哈，无但是迄个所在，甲伊无关系啦。要拍恁就家己去拍啦，尾也日本人真正拍，因为咱的人刚刣死哦。哦，啊，第二届换文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南加之盟换文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伊只迄个左起独讲吼，就是十八社的迄个做，迄、那个以前讲啊做藩王啦吼，那即嘛是讲啊做左起独是迄个啊做整个联盟的那个主席啦吼。啊，咱并非一开始就对西洋人吼在甲伊仇恨啦吼，嘛毋是阮生性吼甲伊刣人啦，毋是阮甲伊刣人，因阮也无咧食人啦。啊，是因为咱西洋的水手吼，甲海产啊，足侪个拢起来咱台湾遮为非三族啦，就是讲迄西班牙人啦吼，扰乱当地啦，阮的人死伤真侪，
啊，尾啊吼，比如讲拄着外人吼，甲迄个青云人吼，要登录个时阵，阮就要甲讨啊，就对啊，阮就要甲讨啊，因为常常来遮咧咧甲我违规闪做吼，甲抢物件啦吼，啊然后有诶无诶吼，所以尾啊，就双方就约定吼，若拄着船难吼，啊船员要起来时阵吼，啊举红旗啊吼，阮就知影讲你是拄着困难，啊我甲你斗三工吼，你举红旗啊，我就帮你煞。啊，美国为着要第二届换文了。为着要就事论事啦，因为战败嘛是真闹开咧吼，啊唔敢讲战败，即马第二届交涉就是讲换文了，交涉就是讲，啊无我针对迄罗发号吼，踮迄个所在处交吼，啊我麻烦恁啊做白文族，甲迄个俄銮鼻吼，迄个所在挂一块地吼，卖我去顶塔，就是迄个咱的俄銮鼻灯塔吼，同古早的迄个做建设，就是美国甲白文族正式买地，正式来起的一个灯塔，吼，这就是。就是安尼啦，吼。时间的问题啦，吼。我介绍咱迄个做迄个马关条约啦，吼。因为即拢甲咱白迄个咱的啊做原住民有关系吼。日本1895年吼马关条约生效了啦，吼。到1915年啦，吼，拢总20冬的时间，这是叫西来安事件吼。这是西来安事件是咱台湾人。抗清啦吼，迄、那个抗日啦吼，迄、那个最后一届的战役啦，表示讲吼，日本对马关条约1895年摕台湾了后吼，甲1915年拢20冬的时间啦，我的时间是安尼算的吼，20冬的时间吼，甲咱台湾本土台湾人拍20冬的战事啦吼，这个期间吼，中国人完全拢无甲咱，伊甲咱挂号日本，不过对头到尾唔捌替咱台湾人在作战吼。啊，这个期间吼，完全拢无任何支那的人吼，甲外国势力来帮助啦吼。甚至咱台湾人吼，迄、那个抗日三兵的一个叫做甘大西抗日三郎吼，就迄个林少芒吼、林小鸟吼、郭梯吼，啊加甘大西吼，也有鸟也有西也有吼。啊，这咱的抗日三兵的甘大西，伊就是为着，伊认为伊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其实伊毋是啦，伊是白袍族的人啦，伊认为伊是中国人。我为中国立战，我无接受你日本的控制，吼、哦，伊就甲拍吼。啊尾啊，甘大西失败了吼，走去伫个福建，啊，佫去予迄个支那的人吼，佫甲上当日本处死啦。已经成功走出去啊，啊，替迄个中国在做代志哦，吼，结果中国佫甲上当台湾处死啦。对这个所在吼，我要问一句啦，咱台湾人敢真正遐尼啊？像你啊，一厢情愿啊，那不要去贴人家冷屁股哦、啊。人支那的人完全无把咱台湾当作是因的人，吼、哦，咱嘛唔茫把咱的咱家己吼、哦、当作是因的人，自讨没趣吼、哦，唔茫自讨没趣哦。对这個时间，咱台湾人爱含中国情感完全切了断，唔茫阁讲咱是中国人哦，咱绝对唔是中国人哦。因为这20冬的战事啦，你甲想，日本是一个谈台湾吼、谈亚洲这边吼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。吼、哦，伊真强盛吼，尾啊，伊个二次世界大战，我那一国拍咧几落公吼，真勇吼。台湾遮伊有法度用先进的武器拢总拍20冬，吼、哦、啊，支那遐尼啊大，拍差不多4冬，用要规个壳收起来。若毋是尾啊，迄个美国甲啊做对日本宣战吼，中国早都已经灭啦，较免8冬的时间吼、哦。但咱台湾拢总啊拍20冬的时间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是原始的武器吼。哦日本人感觉咱台湾人吼非常强韧啦，按工业化了吼，已经尾啊，把迄个武士道精神袂记哩吼。尾啊，佮谈这个所在吼，佮找到因类似因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吼，咱就是很忠诚啦，很刻苦耐劳吼，佮强韧啦，啊固执吼，这个固执，我一定爱讲出来，因为咱的固执就是予咱强韧的吼，固执吼，比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佮较好啦。因此，伫咧1915年西来安事件了吼。因改变对待的政策吼，啊，指派日本的贵族的青年男女吼，甲咱各庄头的迄个族群的领袖吼，做通婚吼，尾仔又甲咱通婚，这就是咧改良因日本的血统甲因的文化吼，甲因的迄个日本的精神找倒当来一个的方式吼，啊，伫咧政治上啊，就是要甲台湾人冤家变亲家啦吼，啊，特别因加伊迄个也做。原住民的族群，所以真侪原住民吼，因有寡有些人有日本血统。吼、哦，迄都是当初时的日台贵族通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伫咧年初的时阵吼，年初的时
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一个姓廖的立委，我不爱讲伊名，因为讲咱歹话，我拢无啥物啊广告吼。我这人小可暗道一撮。啊，这历史吼，甲媒体表达，原住民足侪拢是杂种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杂种是淡因中国支那的迄个名是，说讲甲咱正大一个侮辱吼。所以这正大的歧视，比作讲，互这个社会吼，拢无法度接受这个杂种吼，这个舆论吼。所以由此可见哦，中华民国吼，流氓政权吼，长期以来吼，对咱原住民的态度吼，这就是咱迄个啊，做因中华民国一直以来对咱的态度吼。我希望咱因为时间的问题吼，我遮都袂阁讲伤济吼，咱留一寡时间听搁较精彩的啊，做一个决定吼。啊，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甲遮的资料吼，阁寄予大家安尼。好，啊，今日咱的时间到遮，好，啊，大家迄个感谢大家吼。起立，敬，起立，休息10分钟。